店，还有五行五秀爱饭店的直播时预约，还有大疆一号麦序二号麦序的主播，大家都点一下关注，谢谢大家。我为大家跳第一支舞蹈，希望你们能喜欢。这像一米五的，我不是哦，我跟他长得不一样哦，完全不一样哦。主播的直播室通知，电脑用户在视频右下角有个直播室通知我，手机用户在视频左上方有个黄色的小爱心，大家可以勾勾点点。还有五星五秀嗨饭店的直播时预约，以及一号麦序二号麦序的主播，我不叫可可，我叫九八 K。 还有下面的小爱心，大家都点一下小爱心，小爱心。我天哪，我缓一缓，年纪大了，体力也跟不上了。我给大家跳第二支舞蹈，你们想看什么样类型的？韩舞吗？我去看。
直播室通知，电脑用户在视频右下角有个直播室通知我，手机用户在视频左上方有个黄色的小爱心，大家可以勾勾点点。还有五星五秀嗨饭店的直播室预约，旁边一号麦、二号麦、三号麦的主播，大家都可以点点关注我，下面的小爱心也点一点。我怎么才700个呀？大家点一点，点一下，点一下。现在都是长故，等一下回去播吗？等一下回去不播。所以说给我点一下关注的，谢谢大家。然后跳最后一支舞蹈，跳为什么呀？可是我不会跳加特林，跳一个。
fresh off the grill, nigga, keeping it hot. Get fresh off the grill, get fresh off the grill. Yeah, I'm bouncing it off, nigga, you can't stop me. Fresh off the grill, nigga, keeping it hot. Bow.宝宝们，欢迎大家来到993，希望四川有人知道舞蹈频道。大家好，我是本档的接档主播，我叫 KK。大家喜欢主播的可以点一下视频右下角一个直播时通知，然后手机用户点视频左上方有个黄色的小爱心，大家可以点一下。然后还有五行五秀嗨翻天的直播室预约，在这边。一号麦序、二号麦序、三号麦序的主播，大家都可以勾勾关注，谢谢大家。那么，我们明天晚上见。我不会弄那个音频，这个要怎么弄啊？我得去请教一下别的主播吧。我没有一米五。